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龙魏少龙。这个星期的宝宝历史是非常非常的精彩，因为呢，就是有新春特备啦，其中就有包括这个谢彩云，还有这个歌手 Miko 呢会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天，还有这个唱歌给你们听哦。还有就是八度空间的这个新闻主播也会来到现场跟你们一起玩游戏，还有呢就是分享我们在家的时候啊，过年呢到底怎么过，记得留守八八历史室。